系翻嚟啦，又喂，新我一哋集啦，系啦，咁啊嗱，上个就讲过就呢一集咧，呢两集咧会冇广告，冇客户，唔客户系冇友情广告出现嘅，会系有台广告，今日冇，所以喺度就同我哋呼吁下，咁啊宣传翻先咁啊，好啦，咁啊各位我哋玄天频道嘅观众大家好啊，咁啊另外就系星岛中文电台嘅听众嘅大家好啊，大家好。咁啊，罗生嗰边嘅 Chicho Central 嗰边嘅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咁同埋咧，我哋另外呢个就 logo 呢边就系Cannot Get Stuck FM 嘅观听众 fans，大家好，嗱，咁啊帮你买下广告先，有几个台听啊，咁而我边咧，我喺星岛嗰边咧，个节目亦都转咗形式，哦，系啦，咁啊，以往我喺星期五下昼2点嘅，而家搬咗去星期二。星期二下昼2点到3点，系啦，系啦，咁啊，整咗个由之前嘅支车移民录，而家变成咗咧就叫做，我都帮自己买广告先，喺星岛电台嗰边，系啦，咁啊转咗咧就叫做咧一个玄幻大搜寻，除咗讲下啲术数风水命理嘅嘢之外咧，又讲下啲古灵精怪嘢咁样嘅，所以一集咁啊由我拍档 Ken Ken 咧男主持咧就变咗两位靓女主持搭咗一齐做嘅，咁啊包括咗阿 Cindy 我老拍档啊，识咗几廿年嘅老拍档啦，咁同埋一个新嘅后生嘅靓女啊 Burgundy 咁样啊，咁啊两位小姐住我一齐做啊，由人咧另一番嘅所谓嘅另一番风味啦，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以往咧。同 Ken Ken 讲神怪嘢嘅时候咧，咁啊 Ken Ken 会聚精会神喺度听嘅。男士们咧就通常就系集中听下啲神秘嘢啊、八卦嘢。咁啊女士们就唔同嘅，佢有好多问题，系会好多问题。咁所以成个格局啊，个感觉亦都唔同咗。嗯，系几过瘾嘅个感觉，就系即系我讲完之后，好大个 feedback。咁佢点佢？OK 啊，我对啲咁嘅反应系咪几笑几得意嘅？咁啊一个新嘅尝试，咁啊所以咧就喺度宣传下啦。咁如果系 local 呢边嘅朋友啊，因为唔睇世界各地都听到嘅，即系上网都听到噶啦，系啦。咁啊，而星岛电台嗰个网上个 site 就系咩 Chinese Radio .com 嘅啫，好简单非常容易，系包围啊，系啊，咁就系搵星岛中文电台噶嘛，咁你可以到时咪搵翻个咩节目重温啊，睇翻啦。如果唔系就勉强听就系呢个星期二嘅下昼2点到3点，系啦，咁同埋我哋有呢个新节目转变嘅广告之余咧，咁我哋开始翻拜埋你嗰个，系因为上次咧就唔记得讲嘅。咁就搞到咧，其实几唔理气下嘅，咁所以咧就唔好意思。咁我哋我先加翻个字，我就打翻个字出嚟，就系咩咧？就系话两字啊，系咩？因为上次咧我就唔记得咗，就如果上一集因为声音效果比较差，我都话咗呢几集嘅声效咧会比较差，因为仪器我哋仲系搞唔掂，仲未 set 到个啱嘅 frequency 啊，诸如此类啦。所以出嚟嘅声效咧系比较差少少，听得唔够清楚，同埋上一集讲唔够仔细。紧要上我呢个网站喺呢度就系啦，我网站嗰度咁有详尽嘅写咗喺度咁同埋咧今年真系太忙，忙到咧其实我写完咗好耐，我系唔记得 post 出嚟同通知大家上去睇你依家 post 咗噶啦，铺咗最近就系之前一轮 post 咗，等到九月 post 唔系我10月尾口啊，定系1月头 post 咗噶啦，但系我系。12月头已经写完晒啦，但我系完全冇咗呢件事，我系唔记得咗系去通知大家睇房啦，系啦，咁啊爆晒钟啊，系啦，咁而家就话翻俾你听，系你喺度咧，睇翻喺呢度咁样，睇下单，系啦，好啦，咁啊就系你可以上去睇翻嘅，有时今集一样啊，今日风水布局我讲唔够仔细嘅话，听唔够清楚嘅话，唔紧要，上我 website 度就可以睇翻嘅。OK， 系啦，咁今集系咩咧？咁冇错啦，就系呢上面度写住啦吓，呢个风水大风水吓风福，即系长睇你嘅节目，唔系。今集咧讲风水报告啦，咁啊系咩咧？咁啊好，我哋会先讲下，因为我好得意嘅，
我又我哋派别啦，我师傅成咁讲嘅，吹吉避凶，吹吉避凶，吹个吉咧就可以避凶啦咁样。但系咧，某程度上咧，我哋会做法就系先化咗啊，先再吹吉咧，因为两个其实你自己个人嘅选择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两个做法系有少少出入，先化吹避凶咗之后，然之后吹，呢个咧一个做法系点样咧？就因为我先话你化咗煞避咗凶之后。然之后再吹吉咧，那个效果就特别华丽啲，特别啲嘅，啊，特别美好啲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话，你未吹吉之前咧，你要化个空咧就辛苦啲嘅。哦，系啦，好啦，而吹吉避空就你吹完个气之后咧，而去化个空咧就易化啲嘅，但系个气咧就可能未吹得咁强啦。哦，漏吉嘅又唔系，即系。即系会嚟得慢啲嘅意思，所以就话咁上你想做咩啦？我习惯就咧先苦后甜嘅，所以我嘅经验咧先化煞先，系啦，尽力化咗先，而家再吹吉，咁吹吉然之后咧，咁我化煞咧就会越嚟越强啦。咁两样嘢同时做，可以，即系可以化谷，可以。但系如果你话整体成间屋嘅风水布局咧，咁我好多时咧，我先针对咗教咗啲客户咧，点样摆嘢化咗佢要化嘅煞先，咁、最尾先教佢点样催旺间屋啊，催布局啊咁。但系要个时间噶嘛，系嘛，都即系摆咗啲嘢，你要啲时间。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摆错冇摆错嘅话，摆啱啲位置，而当中嚟讲咧又冇外围嘅因素转变影响嘅话咧，一般嚟讲摆完一样搬吓。唔会超过半年嘅，吓、唔会超过半年先见效嘅，哦，唔会超过半年之后先至见，听清楚 ，OK，、啊、即系半年之内，甚至乎可能我试过一啲最快咧，上昼摆下昼会见到效果嘅，都试过，啊，呢个系比较罕见，因为点解咧？系咁啱嗰次我帮个朋友报嗰个局嘅时候，而系啱啱撞啱佢嗰个日，佢本身条命格嗰日有好事到，哦、然后咧嗰、那个啱啱摆个位置咧吉正事，啊我一讲佢就真系做，哦，即刻就我唔使心急，佢已经摆咗，已经搞咗嗰样嘢，摆咗喺度谂样，咁我就继续咧，继续喺度睇，就系咁啱嗰日吉日嘅时候，佢嘅好运嘅运气嘅时候，咁就都阵间半大半个钟到。如嗰件事就佢想要嘅嗰样嘢就发生咗啦。哦，哇，咁好快喎、啊！好快啊！咁但系呢种系冇罕有嘅情况。好快、啊，呢、真系。一般嚟讲咧，起码要一头半个月嘅，好多时都平均嚟讲，最快最快都两个礼拜啦。即系你好少话嘅即时见到咩？哦，如果化病化煞嗰阵，可能会快啲、即系话哦，如果有病痛摆完嗰就。可能短啲几日之内你会见到有明显嘅效果，但系未必会好大，但系因为随住日子慢慢耐咧，佢可能越嚟越乜嘢咁样嘅。咁但系一般嚟讲，你俾佢啦，即系食药都要等效应啦，系咪先？你预啦，我一般会同啲客咁啊，你俾佢几个月咧，即系几个月你会多啲 feel 到嗰个改变，系啦、那个改变啊咁样嘅，咁啊一般嚟讲，我最迟半年点都会。因为睇翻唔同嘅地方，因为啊呢、这个特别黑嘅，呢、这个特别呢、这个位特别风趣，咁可能因为佢嘅嗰个力量要酝酿，一下都未定啦咁样嘅。我都试过有啲嘢系化唔到咯，都有试过嘅，因为咧就譬如好似咁样摆咗化，咁点知咧咁啱外边外环境有啲嘅转变咗之后咧，嗰个摆法唔好，我重新再同佢做另一个方法。哦 ，OK， 啊都有试过。嗱，都有试过，即系都唔净系睇佢屋入边嘅嘢，你要睇埋屋外边嘅嘢。譬如嗰个煞位，嗰条街，我帮佢摆嘢化啦。点解外边突然间炉咁？你可点咧？唔通你同政府讲，喂，你唔好掘啦，因为我嚟噶，你睇下政府采唔采你？喺呢个美国你可以咁做，你可以咁做。睇下政府采唔采你系咪先？你可以咁做，但系采唔采你呢件事啊？即系变咗喺咁嘅情况之下，咁你就要即系好多。外嘅因素嘛，你完全估计唔到嘅，系咪先？或者我而家铺呢个我系帮你催财嘅，咁大家整个大家升经济大，世界经济大家下滑，咁我催你个财旺得有几多咧？系咪先？你谂到啦，系咪先？我谂我一个局都影咗成个世界经济咁衰，即系黄子华话斋，你个单位冇事，但系你栋楼冧咗，系咯，冇可能啊！所以变咗，好多时啊，我哋除咗即系我点啊？我成日有句说话就系我哋做呢一行嘅就系我哋点啊尽人事，去应天命系吓。但系如果天命如此嘅话，我哋都无可奈何嘅有时。啊 ，OK，
不过最典型一个例子，我讲过就系话，我有个客户咁，我同佢讲，哇，嗰年帮我睇嗰时，喂，嗱，你呢个位太岁位嚟噶，你唔好得闲喺度揼钉揼到转啊嘛，为咗你，因为佢今年佢嗰年佢系发太岁，系啊，咁啊你系仲喺度揼钉揼到嘅话，你死人冧楼噶，我哋唔好搞啊，咁样嗱呢个位又一个静静地，OK 咁啊，佢记得嘅，点知上半年冇事，大家下半年出事啦，佢。嗰间屋佢嗰个位置去开嗰条马路，PG 啊，伊利去铺嘢，系有佢开始，哇！佢哋做啲即系自由业啊嘛，打电话接 job，咁啊佢有旺季旺季嘅，咁沙滩系佢嘅旺季嚟嘅。往常咧，我帮佢睇开嘅时候咧，往常嗰段时间咧，平均一个月里边起码有廿零三十单啲电话打嚟嘅。哦，OK，起码最少都廿零三十单啊，平均嚟讲。佢话由佢嗰日开始，佢一个电话都未接，系咪掘断咗条电话线啊？接佢手提电话嚟嘅，我点啊？掘断咗条手提嘅 S 线咯，乜啊？呢坛嘢，诶，即系其实呢坛嘢，我讲咗嚟噶。PG 嘅烟，我你就你唯一啊，你想即刻再下单嗰个嘢躲债。如果可能 corner 位，佢用唔到，所以唔需要怕啲乜嘢嘅。只要佢嗰度 lift and load，静静啲就 OK 噶啦。点知突然之间咧，我拿翻机会摆翻啲嘢化一化佢啦，咁样摆完之后咧，多翻几个电话入，但系咧都系断断续续，唔系冇咗嗰种哇，你开成嗰种感觉啊。跟住咧。过咗两个几月，佢两个几月里边静个鬼，哇！嗰两个月过完之后咧，慢慢啲电话先翻嚟，咁咧就好似佢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可能啲嘢咧就屙后晒，跟住后边就褪翻，就一窝蜂涌翻翻嚟，成日就踢晒脚咁样，做得佢好鬼死辛苦啊！咁咧就系话，你算好彩，因为佢犯太岁，我教咗佢摆嘢俾佢自己保自己平安，但系外边掘，佢一样都会有影响，系咪先？应该系冇生命。冇生命危险，因为记住，逢系犯太岁嘅人喺太岁位度动土用嘅咧，系会容易有生命危险嘅。问个问题啊，系咪间间屋都有太岁位嘅？睇嗱，因为我但系计跟间屋啊，定跟间房咧？跟间屋，因为唔系，其实跟方位，因为点解咧？其他位太岁除咗个人犯太岁之外，喺风水上面，以风水犯太岁，风水犯太岁，冇错啦。咩风水犯太岁咧？就系。太岁爷每一年会停留喺唔同嘅方位嗰度，OK 啊，咁啊，而停留唔同方位嘅时候咧，咁嗰个方位佢太岁爷停留嗰个方位咧，嗰、那个方位就会犯太岁啦。哦，OK，咁如果咁啱嗰个位置系你间屋嘅床头，哦，唔平咯，咁你今日喺咁嗰个地方嗰、那个位置犯咗太岁嘅话，你用到嗰啲位置嘅话，咁你就濑嘢啦。哦，系啦，咁所以就话一次好简单，即系话，譬如兔年。兔年咧，兔年嘅太岁兔本身系居住喺东方位，所以上年兔年嘅时候咧，东方位就犯太岁啦。OK，东方位犯太岁，咁就梗系如果你而家咁啱开门，打开门行出去就面向住东方嘅话，咁就 lie an ye 啊，OK 啊，英文叫做 lie an ye，OK，sorry 冇咗英文，最屘就系南方，系啦，OK。咁啊，如果咁啱你本身犯太岁，你属兔嘅，就举个例子，你属兔，属鸡喺兔年里边，你个门口开门，行出去向住东方，哇，暴病太岁，咁你就真系要打啲二分精神做人啦。OK，咁冬菇豆腐都可能会影响生命危险，咁你要小心啲，要注意一下啦，系咪？咁啊，如果龙年啦，龙年咧同蛇年咧呢两个生肖咧都系喺东南方，咁所以即系话咧。得意嘅四正向东南西北咧，永远都一个生肖喺嗰度嘅啫。所以每次犯太岁，只系犯一年。但系甲角位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呢个位咧，就都会有两个生肖喺嗰度。系即系话咧，呢啲位置咧，一犯太岁就犯两个。犯两年。系啦，即系话2024年嘅龙年，到到2025年嘅蛇年，都系东南方犯太岁。但系其实犯太岁都系有嘢改变啫。唔系衰，唔系你系用紧个位用紧个位。如果你用紧个位嘅话咧，佢就唔单止系改变，系好多灾多难噶。即系一定系偏衰噶啦。如果个人犯太岁嗰啲，可能系一种改变，未必系咩衰。但系个太岁位，你系用紧个太岁位嘅话咧，嗰啲就系多灾多难之位啦。OK，系有分别嘅，系有分别。仲真系大镬过你本身自己犯太岁。即系话嗰个咧。
你话我啦，功能多，唔系门口又唔系床头，冇事咩？首行喺度画喺个屋嘅东南方嗰个区域嗰度，伏地种花，通宵，佢哋都系太岁头上动土，无喜必有祸啊！即系分分钟使人冧楼嘅。咁就话，如果咁啱啊，我有个嗱，我又举翻我呢个以前讲过嘅实例，就系、是、我有个朋友，佢有个 office，里面有好多间房，其中有间房佢唔用嘅，佢仲系一个植物房，跟住佢有个 best friend。借咗间房嚟用，借咗个房，啱啱俾人逼迁，佢仲喺个 office 俾人逼迁，咁佢就搵唔到地方，就借咗佢嗰个房嚟用住先咁样。咁佢就好啦，一场 friend 房，你攞嚟用住先啦。咁佢就喺用佢嗰个 office 房里边咧，咁啊，因为个账房冇假冇成嘅，咁佢就要啲假嚟喺佢啲 file 嗰啲嘢。完假之后嗰日咧，第二日夜晚放工翻到屋企，佢突然间头唔舒服，食粒药瞓觉，死咗，咁就去咗啦。跟住佢好惊走嚟揾我，问我咩？我话佢点解？我之前帮我睇过风水嘛，我同我咧，今年呢个太岁位嚟噶，我叫佢唔好喺度，唔好咩咁样。咁佢知嘅，但系佢冇谂过佢 friend 会喺嗰度，唔该特登。系啦，咁点解又好惊走嚟揾我？唔关呢件事咁，我就可能咪攞晒佢个 friend 啲出生资料啊，嗰日嘅日子啊，佢特登同土嗰日子啊，咁再睇下，真系喺正。佢个 friend 讲你系犯太岁，佢自己个 friend 本身犯紧太岁，佢就系用紧呢个太岁房个位置嗰度，而家太岁位嗰度揼个书架，而家嗰日咧，嗰日就系忌动土嘅，即系我先话咗，一只鬼死唔到人，系咁样，嘣嘣嘣嘣嘣，每一个 step 都撞到正一只濑嘢。嗰阵时佢嗰个 friend 死啦，咁佢有个死亡现间隐性心脏病嗰啲咁款嘅。但之前 check 验身系冇噶吓，验唔到嘅呢啲十八岁引致心脏病，好多时候都验唔到。我有唔少个，我有一个好多年嘅老客户，好劲啦，因为佢退休嘅，佢就系就呢个问题。因为我沿途帮佢睇流年时，我已经同佢讲，你今年个心脏会容易出事吓，你上咗年纪啦，系咪先？你就最好做下多啲 body check 验下咩？跟住佢就同我放心，我验完医生话我心脏冇问题。点知年中嗰阵，突然间隐丧，就系个发性隐丧心脏病走咗。我仲佢个家姐打电话，你提咗佢，但系佢原本我都话，我同佢家姐讲，系啊，佢明明同我讲话佢年方年都冇事噶。系啊，我哋都好愕然，即系我知佢有心脏病发嘅一个危险，但系冇一个会直接攞走佢个命。连我都睇咗个，即系觉得即系。完全 out of expect， 因为我睇佢命应该仲可以玩多几年，即系佢第一题做咗，咁啊，我都觉得好残余，反唔知做咗啲，因为佢本身又唔系住，所以麻烦就系中介报告帮唔到佢啊，即系点解佢太多物业，有钱人嚟，我呢度住下，嗰度住下，我可能用一个风水评估去尝试一下佢咩，佢突然间住下呢间，佢突然间中意住下嗰间，佢好多物业，哦，同佢飞嚟飞去，成日住唔定嘅地方，系，哦。咁嘅情况之下咧，所以我觉得可能佢住咁样个地方系出咗问题。因为我怀疑咧，因为佢有嗰呢个问题，心脏病发。如果佢咁啱住嗰，佢唔知端咗边个地方住，而住嗰个地方如果犯煞嘅话，或者个床头向住太岁位嘅话，咁就可能会就会咩啦？咁因为呢啲佢做过啲咩，我已唔知啦。因为隔咗半年之后，咁所以 anyway 就总之记住呢样嘢就话，逢系太岁位，千祈要直，唔可以动。好啦，咁你嘅东南方就系太岁位，咁所以大家记住，逢喺东南方，如果你开门，你间屋行出去面向住系东南方嘅话，或者你瞓觉，你瞓低嘅时候，你头向住东南方嘅话，又或者你企喺度煮饭煮餸嘅时候，你面向住东南方嘅话，呢啲全部都会有机会濑嘢。咁你话有机会濑嘢，即系叫犯太岁，系啦。呢啲可以，呢啲可唔可以喺嗰个位度？冇啲嘢去化可以啦。譬如举个例，你打开个门，开门出嚟，咁你听到我呢个节目，我梗系会教你化啦。系啊，虽然我唔会讲得好详尽，但系 basic 都会讲少少嘅。OK， 唔明嘅，所以我哋网站度睇。系啦，系啦，搵一搵，直接搵大师包佢机票，就算你喺三藩市度住，包佢机票。而家又托阿 Andy 咧，帮我攞攞嗰个罗奸仔过嚟吓。唉，嗱就系啦，咁啊，唔好意思吓，咁啊要 out 咗镜先。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咁咧呢个咧就系一个风水物品啊，而家好多师傅都好中意用啊。咁啊，呢个介绍一下啊，呢个系个罗家仔，一个挂吊式嘅罗家仔，
啊，一边后边嘅八卦镜，前面一个罗庚仔嚟噶，攞个罗盘嚟嘅。OK，喂，咁呢个咁嘅物体咧，就专系可以最能够化太岁嘅一个风水物品。哦，系啦，如果唔系话你开门行出去面向嘅系东南方嘅话，咁你可以喺度门度咧跨上呢一个咁样嘅罗庚仔啊，咁你可以跨喺门度啊，跨喺门顶都吓，咁我嚟帮你挡住个太岁嘅，化太岁煞嘅。咁佢系跨喺门入边。啊，一般如果可以嘅话，即系跨门外面对住个东南方啦。哦，但系有好多时咧，的而且确有啲家居环境唔方便喺出边嘅话咧，你跨喺门入边都有一定嘅效果嘅。啊，啊，只不过冇喺外边威力咁。你够胆死将成道门改咗去做一个罗马？冇威力大啊！古时咧都好中意摆八卦嘅，我哋发太岁。嗯，系啊。原来家居真系同正个八卦好鬼靓嘅，又唔好似你嘅，咁又仲美，又我如果美国嗰啲添，更加怪噶嘛。嗱，呢个整佢整成一个吊饰咁嘅款嘅嘢，咁啊挂喺度咧。咁啊，如果喺美国家庭嚟讲咧，好多美国人都中意喺门口挂啲吊饰喺度嘅。嗯，吓，咁咧就唔会觉得好嘅一个情况咯，可以咁讲。嗯，吓，咁啊挂一个咁嘅吊饰咁样，因为佢几好用嘅。床头更加方便咯，唔住挂喺床头嗰度咯，系咪先？系，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讲，我唔想有吊喺床头嗰个，咁样嗱，咁你有个床头板嘅，因为后边黐个床头板嘅后边，个床头板我黐个床板后边，唔使又唔需要睇到，但系佢系喺度嘅，呢个都系有一定效果，可以帮你发太岁，亦都系因为冇 show 出嚟嗰个包啊咁大啦。唔紧要啊，其实你喺自己间房啫嘛，有咩介意噶嘛？有啲人唔中意啲嘢养住出嚟，我试过啲咩？老公嚟睇风水，但个老婆唔信嘅。啊，咁你做咗点做会诡秘啲啦？当场拉嘅个老婆睇唔到，眼屎唔干净，盲咗就冇乜所谓。啊，如果调翻转就个老婆嚟睇风水，个老公唔信嘅，我都全部都系搞呢个方法。咁佢唔中意见到咯，你咪隐隐蔽蔽咗摆咗咯。佢又唔系话完全否定，只不过就我唔想见到，唔想见到啦。咁你睇我唔紧要，唔好帮我见到得啦。咁样唔系帮佢隐藏咗。或者夹硬死张成张床改咗做一个罗庚，你放喺罗庚上面得嘅咧。会唔会力大啲嘅？会唔会整走啲波太岁？唔会啊！嗱，呢个有几个方法，简单啲都有，或者你譬如煮嘢食嘅地方咁啊，喺个上边，喺个攞上边，冇错啦。即系总之就系搵个方法去化一化佢啦，咁样啊。咁就系呢个可以化咗个太岁去嘅。哦，各施各法，好多师傅唔同派别有唔同嘅方法去化。咁我而家选嘅呢个系即系大路啲嘅，好多师傅会惯用嘅，又最 work 嘅一种嘅方法啦。吓，咁啊，即系睇下你个人喜好啦，中唔中意 show 出嚟系咪先？但系记住啦，如果公司你做嘢，譬如你坐喺写字楼，坐喺台做嘢，咁如果你咁啱你面向住个系东南方，咁点算咧？嗱，公司你好难摆嘢噶嘛，系啊，嗱，好简单嘅，咁你嘅第一大吉位，其中一个大吉位，东方，你即系诶，坐喺咁啊，东南方你边话，东方就一定喺你嘅左手边，系咪先？你即系将佢，即系你做嘢，而家多数用个电脑啊，咧，我哋讲，你即系将个芒打俾少少，而家咩少少坐面向住个东方就方。嚟走咁样都 OK 嘅，可以。咁我因为而家成一张政治牌，咁你前面系个芒噶嘛，系咪先？咁你只系将个芒摆个角落嗰位啊，整斜佢，咁你做咗打斜少少咯。但系你可唔可以整个罗庚戴喺个身度对住佢？唔得啊！但系你只得可以整个罗庚黐喺个芒后边。哦，系啊，即系个芒后边啊，咁就得喎。咁就真系谂到，咁你就可以面向住翻呢边都冇咁紧要。哦，啊。如果能够用个最吉嘅位，点解我唔打得少少啫？好容易嘅，真系你坐喺度嘢，你同我打喺度已经，嗯，几好，系咪先？系。坐喺自己 office 嘅话，你有建嘅话，嗰啲都系噶啦，个摸喺隔篱，我面前系建立嘅啫嘛，系咪先？你个嘢系打斜唔整啊，系咪先？系。样个做法啫嘛，只不过你唔方便，唔打咩少少咯。啊。有几难咧？好 easy 呢个系好正嘅，又方便嘅一个方法。咁就系东南方，明白？OK。而喺我条最空嘅另一个位之后咧，我讲另一个最空嘅位啊，再空啲，同等啦 ，same grade 嘅 ，same grade，same level 嘅，系 ，OK， 就系西方位，西方位。你想嗱，如果上年一犯三煞咁就好麻烦啦，今年犯完三煞应该好事啦，咁样，点知咧今年西方位咧就有个五王打空煞个空星又嚟咗啦，咁五王打空煞空星嚟咗，点算咧咁啊？嗯，五王太岁无喜必有祸，就即系咩包就入边噶啦。而五王亦都包好多嘢噶啦，
咩灾病啊，破财啊，奇难杂症病啊，人际关系破坏啊，即系唔同啲啊，咩福寿财气全部冇晒啦，总之就全衰啊，亦都系个大空星嚟，系啦，咁啊，只不过讲咗五黄金星食咧，佢同土，而呢个土煞咧要化，亦都好简单嘅。同样地啦，你开门面向间屋，行出嚟向住西面，濑嘢啦，化五黄煞。床头向住西面发五黄煞，做嘢面对住西面就画发五黄煞。咁你化解方法咧，同样地，嗱呢个罗卡有个好处就系佢有两种功能，所以可以发五黄煞都可以煞。罗卡系可以发五黄煞，木型嘅煞、水型煞、金型嘅煞、土型嘅煞，全部都系可以化。变咗罗佢嘅用途系比较大，化嚟太岁都可以整一个嚟化五黄煞。只不过又我唔想完全都系跨一嚿二嚿嘢喎，咁样嗱喺亚洲地区嘅话咧，六个金属嘅呢个素嘅物体咧，就可以专化到五黄煞嘅。六个金属系啊，六个金属系咩？六个铜咧，咁所以咧喺中国亚洲地区咧，你可以去买一啲嘅六帝钱，六帝钱啊，一串六帝钱啊，甚至康熙、雍正、乾隆、嘉靖、道光。嗱，当然啦，而家你要喺市面上，你系冇可能买到正统古铜钱噶啦，正古铜钱系冇可能噶，啲全部都系仿古嚟嘅啫。OK， 系唔紧要，因为呢个煞我只系要针对系个数目，所以六个铜钱，铜制品铜钱啊，咁啊六个。摆嗰度就可以帮手化个五黄煞噶啦 ，OK？ 咁当然啦，因为佢本身唔系正古铜钱。如果你话我有识啲师傅攞嚟开开光，佢会威力大啲啦，可能会大啲嘅。你亦都可以去尝试嘅。但系如果你咁巴闭啊，你咁财力雄厚，你可以搵到真系六个正古铜钱嘅话，咁梗系巴闭啦，咁强好多啦。咁但系因为其实呢个范围里面咧，佢只系针对发个土钱，所以变咗佢唔同有啲有啲六帝钱，有时五帝钱、六帝钱呢啲，有啲系专用我嚟催旺嘅，我要旺自己嘅，要加集好嘅乜乜乜，咁嗰啲梗系用正股同钱嗰个嚟计先大啦。啲仿古嘅系咁意嘅啫，系争啲嘅，系冇办法，因为你而家因为过往几廿年嚟讲，好多师傅都用铜钱、用六帝钱啊、五帝钱啊去做啲风水布局，需求量高嘅时候咧。咁呢啲系正古铜钱啦，而家就系而家市面上俾人抢到，已经系有啲剩翻落嚟都变成咗古董噶啦，价值不菲。早几廿年前，早十零廿年前啦，我去庙街啦，将啲地摊档咧都仲可以执到几个真嘅啲古铜钱。哦，仲可以搵到一扎一扎呢啲正古铜钱。都系摸上去，你都 feel 到系真定假？历史悠久呢啲，有啲仲要唔系好完整嘅，啲少少崩啊烂咧，好正常嘅，好正常嘅嗰啲古铜钱啦。咁啊，出翻嚟之后自己要用嘢清洗过啊，加工啊，开下净化光、开光之类咧，因为要自己做一啲手续先嘅，都要交代嘅。咁啊 ，anyway， 咁嗱，嗰一扎咧，当年都仲揾到啲嘅，即系而家你去到揾到俾你拣啲，全部都已经系仿古，唔会系真古俾你拣到。系好难，好难啦！而家真系吓，系仿古喺呢个 situation 嚟讲，仿古系 OK 嘅，因为我要需要系六个铜制品嘅数量嘅嘢去化呢个五黄，咁就用一个比较威力亦都系非常之好嘅，你可以上网，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卖噶啦，喺网上网购嗰啲，譬如喺亚洲地区，淘宝啊，咩拼多多啊 ，ESH 啊嗰啲咧，你想揾风水物品嗰边咧，揾。化五黄煞红灵，红灵系啦，五黄系边个黄色嘅黄啊？五黄煞，红灵。咁佢网上好多呢咁制品嘅就系五个啷啷，好似叮当嗰啲啷啷咧，只不过上面刻住呢个特别图案咁样啦，五个嘅啊，串埋咁样嘅。咁啊，将佢跨喺嗰啲出嚟位嗰度，开门啷啷啷，个金属声就帮你化咗个五黄煞，有声噶。因为金属声化木煞仲好效果。哦、以前咧会用五层塔嘅风铃，系啊系啊。但系五层塔风铃咧有个弊端就系好贵。如果过咗五黄煞唔喺度嘅时候，你仲跨喺度唔喐嘅话咧，佢就会招魂。系啊。咁点解麻烦啲？所以索性咧就用五个铜五个铜钱啦，或者呢个五个啷啷。个啷啷其实挂喺度会唔会都惹鬼噶？唔会，因为上面啲符文只系针对五黄煞哦，其他专化五黄煞嘅，咁啊呢个化五黄煞同名，咁啊网上就买唔到正品嘅，你用五个买五个啷啷就好 OK 噶，系咪铜嘅？金属就得噶啦，金属即系总之你一开门用啷啷啷啷，
我都中意啦，买个面膜效果可能会好啲啲。系咯，宠物铺买咯。系系啦系啦，我试过有朋友即系有个客户系西人嚟嘅，西人咁就变咗佢唔识去中国铺头买呢啲，咁又唔知点搵呢啲啰啰。咁我哋教佢，你喺宠物铺买六个啰啰，系串串埋喺度，我将花三啰啰搞掂啦。哦，佢有嗰个效果，只不过冇嗰个咁强咁，但一样有效果。OK，不过你美国仲可以用咗方法就系六个 penny，我哋讲咧 penny 系同制品，我哋唔搵唔到六块钱，六个 penny 同翻效果可能好过仿古嗰六个铜钱嘅。美国嗰啲真系有啲历史噶嘛？系，我真系用紧噶嘛，系啊，有人气噶嘛，流通货币嚟噶。咁所以咧，可能个效果仲叻噶，不过啲仿古嗰啲噶。OK，咁我哋喺美国生活嘅朋友咧，喺呢个五和室呢个西方嗰度咧，你可以用六个 penny 都有嗰个效果里边嘅。啊，咁啊，再你可甚至乎加个铜葫芦添。喂，将啲银仔摆落铜葫芦入边，可以，你买个够大咪得咯。哦，系啊，卷埋佢咯，其实咧，因为今年仲个病符位，二黑病符星，但去咗东南方面，太岁嗰边嚟嘅。所以咧，其实太岁嗰边咧，呢个罗间咧有一个有好处就系，除咗化埋太岁之外，佢帮你化埋个病符星。哦，但系叫呢个迷你罗间买铜制嗰只。金属制合金制嗰啲只吓，金属制咁先好。跟住有一只咧就系木板制，即系用啲传统木板，红色木板整咗个罗间形嗰啲啦。嗰个咧喺嗰个位置咧，今年咧就因为化唔到嗰个化咗个太岁就化唔到个病符，咁所以咧反而用金属呢个咧一次过化晒啦。太岁同病符一齐化吓，咁啊会好啲。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你用红色嗰个嘅话咧，可能你买多两个铜葫芦冻喺嗰度。你去化个病符，系多咗个工序，麻烦少少。咁我实质食够用呢个金属嘅呢个罗间迷你罗间仔会比较好少少。嗱呢啲系咪睇个大细啊？都越大越有用啊？定点噶？系，其实呢个 size O K 噶啦，呢个掌心雷 size 咁样，其实呢系好噶啦，唔需要买到太大咁夸张嘅，咁你即系方便，即系你喺度报咩咁都好啲啦。其实好多对好多人嚟讲咧，跨到咁嘅 size 呢啲好有底足噶啦，对于佢嚟讲。咁你呢年有问题好啊？定即系唔系咁好睇好啦？呢个个人选择系啦，系啦。咁啊，总之就话呢个一个方法几好嘅。咁啊，即系五黄煞。又系嗰啲咁样，当然啦，唔同派别嘅师傅亦都有佢唔同嘅方法发五黄煞嘅，系咪先？我而家用啲咧，比较大路啲，你愿意去揾到买到嚟去化煞嘅一啲嘅物品，因为有啲师傅特别佢会自己出佢自己一啲嘅风水物品去转化呢啲嘢咁样，咁我哋嚟揾要帮衬翻个师傅咁啊，唔系咁容易揾到嚟买噶嘛，系咪先？你揾翻个师傅噶嘛，咁但系呢啲系喺市面上比较普遍街坊你容易揾得到嘅嘢嚟去化嘅。咁就比较方便啲咯 ，OK， 好啦，咁另外两个南两边咧就系一个三煞同向煞位置啊，咁即系都系都系多灾多难，拗撬多啊，人际关系差，同埋咧容易惹官非啊、意外啊咁样，身体位置差啲咁样嘅，咁呢啲会连到你破财噶嘛，咁当然都系要化噶啦，咁样嗱，咁三煞嘅咧，咁以往都曾经都讲过啦，三煞用奇轮咯，用三只奇轮去化佢咯，系啊，可以系，譬如举个例，你系做嘢坐喺度，面向住南边或者北面，咁啊犯三煞啊嘛。咁你喺台面上面咪放呢啲咯，咁样嘅奇轮啊，一座台式嘅一只只咁样，一二三放三只喺度，咁样就可以化佢咁样。咁但系有啲情况之下咧，就系话闷啦，咁啊喺网上边咧，你玩啦跨墙嘅奇轮哦，有嘅好多款，有大有细。OK， 由你自己中意啦，你中意放买大只咁咪跨大只啲咯。我个位唔系好多啫，细细只都有咁样跨三只，总之跨三只奇轮喺度门度，咁你要咁啱开门向住南啲发三煞向煞嗰啲，咁你奇轮就可以帮你化咗佢啦，咁啊几好咧，咁啊或者系床头一样咯，啊床头上面跨三只又得，见到嘅床头咁后边啊三煞三只又咁啊，但系记住啦。一定喺二四号立春之前去跨啊！跟住我再重新提大家一次，就系话所有呢一年嘅计算嘅生肖几时新一年开始，先开始行新一年嘅运程运势，几时开始行新一年嘅运势，永远系立春开始。你系唔需要理会个什么年初一、年初几嘅。OK， 年初一、年初咪农历新年嗰啲年初一、年初几嗰啲咧，系记聚日子用嘅嘢。与运势冇直接关系，系 OK。几时开始行新一年嘅运势嘅话，永远系跟立春二月四号嘅。我哋头先已经讲咗十几年，
系讲十几年，十几年啊，但都系要继续谈，系啊，依然系有人知嘅，咁所以我想问你，头先讲话要喺二月四号之前买，去搞系啦。咁如果喺二月四号之后摆，会唔会冇咗效用咧？迟啲效果效个反应会嚟得慢啲，褪后褪后咗，而且咧好多时你跨呢啲咧，如果你睇下跨咪要可能褪咧，即系就会动起噶咯。喺二月四号之后，佢依副效应你睇仲劲佢个就死到快啲咯，系咪先？咁所以尽量喺二月四号之后，嗰个坏处嚟之前熟咗先。不过现代家居咧，因为科技进步啦，我哋再唔需要，真系要唔使得揼噶。噶啦，好多啲新嗰啲胶胶嗰啲黐嗰啲好实嘅嗰啲啊，要买嗰啲 M 咩3M 嗰啲啊，啲咁嘅胶勾嗰啲咧，一嘢黐到咧就好鬼眼镜嘅。咁啊就如果你家过咗二四号之后，你要搞，咁咪买嗰啲勾黐完之后垮咯。如果唔系自己，仲系搵人揼咧，都系你有都事。系你有事嘅。哎呀，唔系，嗰样唔使有事。真唔开动，即系两蚊度买嘢，系出入依得啦。好，咁啊最稳阵啦，系咪先？啊，呢个有几个方法，我哋咁样做，明白？系啦，嗰种嘢拉响之后，呢个30最基本嘅。咁当然啦，唔同嘅师傅都系嗰句啦，有唔同嘅方法。啊，我而家讲啲系最普遍，你比较容易买得到嘅嘢，系啊，咁啊可以化到个山。OK，正常人都可以买到嘅，系啦，冇错啦。其实咧，今年里边咧。骨位咧就真系比较少，空位比较多。系啊，你话南已经霸咗两个三十向煞，西面就俾佢霸咗个五黄，东南面就俾佢霸咗个太岁，加呢个病符星，嗰啲全部都大噶嘛。系啊，全部都大嘅。咁你搵一二三四个位已经空咗啦。啊，剩翻落嚟，剩翻嚟吉啲嘅咧，就得翻两个吉位，就系东方同东北方。啊，咁啊，得翻呢两个位系吉。咁另外西南同西北咧就半吉半空嘅，即系你要想佢吉咧，要摆多少少嘢。啊，即系开始变质。系，举个例，西南方今年咧可以用嚟催桃花。哦，OK。因为九子喜庆星啊，呢个就代表喜庆嘅星去咗嗰度，咁啊亦都带有桃花性质。咁所以咧，你可以喺西南方嘅位置度咧，买啲尤其是红紫颜色嗰啲花。甚至画幅嗰啲牡丹花画啊，紫色嘅花画都得。但系记住啦，因为嗰边同一时间咧会动起一个病星，咁所以咧你需要咧就系、是。要一个金嘅框嘅卦，如果你挂画啊，挂啲花画，嗰、那个框咧，那个画框咧，定系金属或者白色，咁就可以抵消咗嗰个病位，嗰个位置。因为点解九紫星去到咧会飞，会九紫星属火，火会生旺咗嗰边个原居地嘅二黑病符星嘅原居地，个土喺度边，咁火生土煞，咁所以变咗你往九紫星又会吹动埋嗰个土煞星，咁情况之下咧，最好就系用个花嘅画啊。紫色啊，红色嗰啲花啊，九朵啊，更加正啊，9朵紫色花，哇，正！用个画框裱起佢嘅时候，跨喺个位置嘅时候咧，就用个金属框或者白色框，就当啲金属嚟化咗个蚀咗个病土气咁样嘅。甚至乎咧，幅画下面黐6个 penny 啊，黐6个铜钱啦，都系可以帮助更加加强嚟化咗个实，而可以催旺桃花。所以唔系话你摆桃花就系摆喺个西南方。只不过摆喺西南方嘅时候咧，用个花樽一定要系圆形式嘅花樽。圆形白色为主嘅花樽、如果系金属更加正啊 ，OK 啊，铜花樽啊，金属嘅花樽啊，总之色圆形嘅，即系圆筒形嗰啲吓，用嗰啲花樽嚟插个桃花度啦，咁又可以吹桃花，又唔使惊发到嗰个沙咁样嘅。嗰个位摆桃花系咪年年都要摆噶？如果摆嗰啲啊，桃花唔系一定紧位，但系只不过桃花就你摆开一年。就年年都要摆桃花，之后就唔同嘅位置咁解啫。咁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先？所以我就唔会 suggest， 除非你系公司，一间大公司嘅话，你摆个桃花，咁你嘅公司有地方，我同我呢个 plan 范围就我嚟摆桃花噶。今年摆呢度，出年我摆呢边，就可以就咁摆嘅，咁冇所谓啊，咪年摆系咪先？公司度摆桃花系旺边个咧？旺间公司嘅人际关系啊，所有里边做嘢嘅人啊，你话桃花仲要带有财气添嘅，咁样啊，庆庆啊，咁样就话间公司生意会起啊，咁样之如此类，咁都系代表好嘅。但系要摆开一年就要连摆，我唔摆啲生意会跌噶咯。人即因为嗰啲合作伙伴关系就会出问题噶咯，就好麻烦噶嘛。咁所以，但系如果我哋普通人讲唔使咁复杂。买啲紫色嘅花，紫罗兰、紫玫瑰、郁金香，紫色嘅，就算唔一定系纯紫色，
浅紫色、蓝紫色、紫红色或者甚至红色都 OK 啊。将因为嗰条位置有花就已经 OK 噶啦，咁如果九朵就更加 perfect 啦，跟翻个数啊嘛，咁先九紫。我哋今日然后用个金花樽啊，圆形嘅花樽支持佢，咁啊摆喺嗰度话，吹旺除吹旺喜庆桃花之余，又唔会犯到嗰、那个系啦吓。咁而家我哋吹，我喺我另外用可以吹到文昌读书嘅，嗰、那个位同一时间。啊！你可以摆个九层嘅文昌塔，玉石做嘅。哦，玉石啦、啊，今次系啦，玉石做嘅九层文昌塔就得，或者有啲铜制品嘅玉九层嘅铜制嘅文昌塔都得。嗯，啊，呢两个都得嘅。嗯 ，OK， 啊，咪摆喺度又可以旺到个九紫星，同一时间旺埋文昌，同一时间又化埋 boss。嗯，吓、啊，都算系一个几好嘅。OK， 明白。系啦，咁啊，而西方因为个文昌星到咗。啊！文昌星四六文昌星到咗，所以嗰度亦都系可以吹到吹文昌书。通常一个位咧摆四支桃、四支毛笔、毛或者四支富贵竹都可以。咁但系因为咧同一时间咧嗰度有个啊会嗰、那个文昌星同埋嗰个舞曲星咧同一时走埋一齐，因为西北方系舞曲星六呢、這个六金星六喺度嘅位置。加四六文昌星嘅话咧，就文武两边会有互冲嘅情况出现，会撞。系啦，咁所以咧，我个拍片嚟讲，我会咁做法，用一支富贵竹或者放一支毛笔，即系一呢个数配六同配四都配到嘅。哦 ，OK， 一同六黄武，嗯，配四黄文，哦，文武都同到咯。咁我会宁愿咧，一支又得啦。系啦，我会摆一支，系，同埋一支大嘅得唔得？系摆一支富贵竹啊，或者系一支花都得、哦，或者一支。啊，唔中意咁复杂，系啦，系啦，咁就已经系 O K 嘅，啊，咁变成咧就系可以又获到个文昌，无论你或望到名气啦，至少啊，无论你系武职、文职两边都成，啊，我冇用咁做方法嘅，我哋个派别，哦、啊，可能第啲师傅又第啲个做啊，个国家个法啦，咁我哋自己个派别咧，我自己个派别咧就系、是、用，我会选择用一支毛或者一支富贵竹，望两边，O K 啊，呢、這个方法，我听好。咁啊，剩翻啊两个大吉位就系东方嗱，东方系个吉位啊嘛，大吉嘛，乜都吉啦。你仲要尽量喺东方嗰度尽量用咯。如果你咁啱开门行出去，向住东方啦，正啦，得闲都出出入入啦，啲系嘛，冇事都行出街，喺门口瞓啦，或者我哋美国好兴啊，室外禁烟咁样行出去出边，吹翻个烟嗰啲烟闻啊，跟住行完再翻翻入去咁样 ，OK 噶。啊，咁你话如果你咁啱，你个瞓觉头向住东方，哇，咁好正啦，但冇事瞓一瞓啦。嗯，又或者好啦，你我喺度做嘢，面向东方，哇，恭喜啊，到账啦。虽然你可能系西四命，因为我睇讲过风水上边咧，人同福都会分咗两 group 嘅，一 group 嘅东四 ，group 嘅西四，呢、這个叫杂派风水，系、嗯、最 basical 嘅一种嘅分嘢嘅方法、嗯、啊。如果你系西四命嘅人。啊，用翻西四位会好啲嘅，啊，东四命嘅人用翻东四嗰四个位会好啲嘅，啊，个方位有四个位一咁样。好啦，而东方呢个旺位咧系旺东四命嘅人嘅，啊，如果咁啱你系东四命嘅人，用翻东位，哇 ，perfect 啦，啊，如果你西四命嘅人用咗东位嘅话，你攞到啲吉气嘅，不过攞唔晒，因为人哋系属于东家噶嘛，你即系因为东方人，你西方人嚟去攞嘅嘢，梗系。啲唔夠到粗食，你都攞唔足嗰啲文化嘅嘢噶嘛？攞、嗯、一半到啦咁样，好过冇嘅咁样。好啦，调翻转西四名点算咧？西四名而家系用紧另一个位啦。咁另一个位咧就西四名嘅就是、东位，系啦，即系话你可以面向住东北做嘢啦，瞓下向住东北啦。啊，因为呢个因为有个财星喺度嚟咗嗰度，咁、嗯、你个财星去咗东北位嗰度。啊，六白金星撞八白金星，哇，好旺。咁所以当然啦。除咗斋用嘅话，你可以再旺啲嘅。特别东北方嗰方面嘅话咧，你可以加六个铜钱，加六个 penny， 再配八粒白色嘅玉石。嗯，嗱，唔需要话啲买啲哇几万蚊、几千蚊嗰啲正玉嗰啲啊，唔需要咁贵嘅。玉石皮嗰啲，有啲玉皮嗰啲、皮嗰啲咧，总之红色嘅靓色靓嘅玉石。嗯，白色嘅啦，一定要系啦，一定白色啊，八粒。嗯 ，OK。啊！咁啊，而家嗰啲咩东陵玉做嗰啲咩葫芦啊，一串八粒嗰啲啊，一串嗰啲八粒玉白色玉扣嗰啲咁样，嗰啲唔系真系喺古代嚟讲，嗰啲都叫玉嘅，啊，因为靓嘅石就叫玉噶啦，喺古代嚟讲，啊，只要唔系真系唔系石唔系石头啊，你八嚿石头，嗯，系咁，呢个唔需要啊，吓，你要靓嘅石头，即系玉
带有肉质嘅石头啊，咁啊嗰啲白色嘅白咧，咁而家市面好容易揾到买噶啦吓，买得埋咗咁样一串咁样 ，OK 啊，买咯，加六个 penny 或者六米钱啊啊，亦都唔需要话真系要正股嘅，仿股都有，因为我又啱要个数啫，六粒摆东北方，我一次过动起晒嗰两大吉星，就吹旺佢旺上加旺噶啦。系。OK， 甚至乎咧，你可以摆八个财神都得嘅。八个财神，啲公仔咧，好壮嘅大佬，唔知呢个可以试试下。OK， 咁啊，东方位啦，东方万事大吉，咁啊，摆咩都得，总之任何嚟喜庆催旺嘢都得。嗯，翻嚟你门开东方位，你黐个徽章喺个门度，招财进宝、财源广进、身体健康呢。系喜庆气场嘅嘢啊！啲挥出之喺度，即系东方位，就已经可以催旺到个吉气啦。嗯，啊，甚至乎你可以摆个钟喺度，24小时 run 住，咁啊动起个吉气咯。哦，吓、啊，要记住空在浮动噶嘛。系啊，系、啊。空嘅位要静，位要动。嗯，如果唔系啦，调翻转嘅话就濑嘢啦。我谂知道，所以咁啱，我个东方位喺间屋嗰个位置，又唔系门口，又唔系床头，咁点咧？摆个钟喺嗰度咯。啊，动啊！但系钟就一定要嗰啲自己会喐嗰啲住，系啦系啦，要跳至钟。有电力嘅都好啲嘅，都可以嘅，都佢呢个。但系其实最好系金属嗰啲转嗰啲钟啊嘛。唔一系金属，总之会一温紧自己行嗰啲转盘嗰啲咧。系啦系啦系啦 ，OK， 系啦，咁啊，即系动起佢啊嘛，先吓，咁咪会更加即系喐起个吉气咯，你咪会比较好少少咧，咁样。咁连咁就财神。嗯，其实今年屋企啊有财神喎，咁样有两位可以摆嘅，东方、东北方，嗯，嗰啲财神画像嗰啲咧，咁啊，咁你个财神唔知跨边度啊嘛，东方或者东北方，嗯，呢两个都可以嘅，催财系咪先？催旺 ，OK， 咁啊，甚至乎咧咩五路财神公仔，而家周围好多人卖咁样，仲摆喺度啦，咁样系咪先？啊，另外就系放水晶球，嗯，水晶球、水晶，嗯，系可以放大嗰能量噶嘛。所以呢啲东方位或者东北方位咧，放呢啲水晶球就好正嘅。譬如东北方放，你搵唔到八粒白玉啊，搵八粒水晶咯，八粒水晶。记住，唔系嗰啲咩 water 咩嗰啲人造玻璃水晶啊，我系真真正正嘅自然水晶啊，八个 OK， 八粒啊咁啊，摆嗰度连埋个铜钱咁或者六 penny 咁样，都可以催旺嘅。系一定要波啊，定系水晶塔都得？水晶塔就得，波就得。哦 ，OK， 系啦，系啦，系。咁啊，而东方位嘅话咧就简单，东方位我就系摆啲，我一个紫晶洞又得，一个水晶球又得，总之可以扩大能量嘅水晶嘅就得啦。嗯、OK， 嗱咁就我嚟吹旺东方位个吉位嘅，咁、嗯啊、化煞吹旺一个啫，啊，而最后都提提大家咧就系话咧，如果系犯太岁嗰个生肖，啊，就今年啦。真系直太岁嘅龙啦，冲太岁嘅狗啦，咁另外有啲喺侧边少少型破害太岁嗰啲，包括咗有嘅牛啊、兔啊嗰啲咧。虽然其实唔会好影，好大影响嘅，只不过有啲人咁讲开，哎呀，我哋都算系犯太岁喎。咁啊，如果你惊嘅话，咁咪喂你中意犯太岁咪蚀咯，系咪先？呢下我唔会打烂人哋饭碗嘅。你觉得做咗心愿，你得咪去做咯。我哋系冇冲突嘅 ，OK。系啦，你觉得心愿得做咗佢咯。啊，唔系真系真正好大影响就系好同埋龙嘅啫。佢哋呢两个先真正大影响，其他嗰啲侧边嗰啲咩迎破害太岁嗰啲咧 ，minor 嘢嘅。即系食饭逐饮啖水逐亲下咁样，咁嘅小意思嘅嘢嚟嘅啫啊！咁啊，如果你咁觉得咁样都唔，咁你咪去笑下拜下啦吓。系咁啊，好咁啊，同埋啲犯太岁嘅人际关系特别差。嗯，嗱，咁所以今年咧，如果想改善人际关系，就算纵使你唔系犯太岁嘅生肖，你想今年嘅人际关系继续系旺旺畅畅 keep 得好好嘅话咧，咁呢个人缘位嗱，人缘位人际关系位咧。就喺东喺西方，西方，所以西方系五黄煞，咁你自己就唔好签埋佢，但系你可以喺嗰度买嘢，加强你人际关系嘅。OK， 嗱，逢系啲空位啊，你唔可以自己用啫，但系喺度买嘢个框噶嘛。咁啊，而今晚佢系又系今年个人缘位，啊，虽然佢五黄煞喺度，但系佢亦都系人缘位。咁喺西方位嗰度咧，好简单啫。如果你有一串玉石做嘅十二生肖，嗯，成串框喺嗰度就得噶啦。哦，啊，如果冇嘅话，啊，因为而家市面上买一串玉石嘅十二生肖咧，相当地都贵嘅，贵到点先？一般嚟讲啊，一嚿水得啦。如果真系玉石做嗰啲咧，美金咧分分可以卖个几以上。哇！
我试过有啲靓啲嘅咧，卖200几美金我都见过，一串一串系几大串先？都几大串嘅咁就，但只不过即系点解会有贵平分别咧？除咗玉石嘅质地有分别之外，雕工有啲廉价品我见过嘅，可能用几廿蚊美金买到嘅，10零20蚊美金买到嘅，分分钟吓，但系里边咧嗰啲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牛鸡狗嗰啲咧。你揸住近距离都其实分唔清楚，你丢咗嘅，你丢个乜丢咗出嚟咯？龙定嗰啲系龙定系蛇咧？哇！呢似狗又似马喎，又点啊咁样？我见好多啲真系到咧，真系我丢住嘅，我真系想丢完之后就丢，真系好啊！我完全唔识分嘅，嗱，咁都咪平咯，系咪先？佢十二星座嚟噶，咁犀利，原来唔系啊！唔系啦，呢个唔系老虎嚟嘅，原来真系要撞你嘅。系啦，呢只唔系牛，呢只金牛。即系总之咧，咁啊贵啲嗰啲咧，靓肉或者靓啲质地嘅，佢雕得清楚啲嘅咧，通常嗰啲卖得比较贵。哦，所以咧，如果你唔系屋企小人松动富裕嘅人家，我又想有嗰个效果，咁啊，你使唔起钱买啲靓高质素嘅？雕好啲嘅雕嘅十二星座，唔系十二雕生肖啩？系十二生肖啊，雕得靓啲嗰啲，贵啲嗰啲，咁你唔想买嗰啲，谂办一样有效果。似张相，我哋因为我哋穷人有冇穷人嗰种咧？系上网搵十二生肖，系哗啦，变一张出嚟，黐落去，黐落去，又搞掂啦，黐一年啫嘛，第二年唔要搣咗佢，飞咗张新嘅，但系有用嘅。用嘅一样用嘅，一样用嘅。咁玉石嗰啲可能个效果会再靓少少，但系如果有用啦，系咪先？系咯，我用咪黐咯，同人用同样方法啊。OK， 你谂住搵十二生肖嘅嘢喺度咯，系啊，系啊。即系玉石嗰啲朋友，我有啲水晶制嘅十二生肖公仔，又可以摆喺度。哇，呢啲公仔都系十二生肖。嗯，总之你有十二生肖，无论系咩质地制造嘅。都可以摆喺个位置西方位嗰度，摆喺度。make sure 嗰十二生肖真系真系 set 嗰几只嘢啦。冇错啦，你 Hello Kitty 扮十二生肖都 OK， 都系嗰十二嘢啦。包嚟嗱，佢笠住嗰件嘢都系嗰十二生肖嚟嘅，都 work 嘅。OK， 咁我见过，我而家都用紧色，我都见过，我都用紧个色。咁啊，因为如果唔识玩，咪简单啲咯，黐住黐咗佢度，唔要搣走佢抌咗佢咯，系咪先？咁系咪先？咁整到我有啲，我有啲客户就整得靓啲，就整个商家标起表起嗰张 print 出嚟嘅，就夸咁样，好似好睇啲咁样，都啊随得你。但系如果用上架框嗰啲咧，记住系白色或者金属。哦，到呢个都要考究噶，冇错，因为五黄系一个空星啊，土产嘛。头先我讲个铜金属，金属啦，系咪先？咁画框梗系要金属啦，或者白色啦，白色代表金，咁啊，一样可以喺度。咁嘅机子啦，唔经常走，乜都唔用，咁样经常嘅话咧，咁上喺网上边咧，咁啊，啲十二生肖图案通常都五颜六色嘅，系 OK。嗱，如果七彩嘅话冇所谓，记住系用白色嘅底子编出嚟，以白色为主，系白色同金帮你化个阵。你有冇 P 咗有啲咧十二生肖用嗰啲红纸雕剪纸做咧？十二生肖红色嘅咁样系好靓，但系今年我忌红忌黄呢两颜色。西方位今年忌红黄二色啊，咁所以千祈唔好用红黄二色颜色喺度。OK， 喂，如果七彩唔紧要，一七彩咩色都喺里边咯。光晒，光晒就唔使惊嘅。净系红西黄嘅话咧，就大件事啦。系啦，咁所以咧，记住白色底纸，编一张七彩嘅十二生肖嗰啲画像出嚟，就超喺度搞掂。OK。就系咁简单啦，好咁啊，即系重点要讲嘅，有啲图已经唔记得嘅话，唔一样系喺系啦，系啦喺度，就系我网站嗰度啊，有啲图详尽介绍，点样摆，点样放啊，仲有啲咩其他丰收物品可以，唔一定系净系用呢啲嘅，因为我讲头先喺啲即系视频里边，我净可以用啲最基本嘅、简单啲，你易揾到嘅介绍俾你哋啊。至于啲图嗰啲，咁你可以上我网站慢慢睇啊。咁啊，到时咧就知道点样流年风水布局啦。系啦，啊，至到下次咧，下一次就系十二生肖嘅运程啦。系啦，我哋呢个呢，另外就系十二生肖运程，我会尽量讲喺呢个年初一之前录好摆出嚟嘅。系吓啊，因为希望年初一可以出到街啦吓。因为每次佢出晒十二个啫嘛，你都会分开出，分两集吓，分两集六个六个咁样啦，吓，但系我都会尽量大家投票想听边几个先。我尽量讲，总之年初一之前，我
整好即系啦，我尽力啦吓，尽你讲啲最衰嗰啲先，讲奶爷嗰集先，系啦，都可以考虑，系啦，啲好嘅嘢之后先出，年底先出，得唔系？佢啱先好，你考证下，睇下你讲得啱唔啱？咁佢可以衰嗰集就做定啲嘢先，系啦系啦，啊，好咪住咁咁嚟咯，好事啊，系啦，都系一条命一个啦，系啦。好啦，我哋下一集见，拜拜。